咩備戰策略喎 ？DSE？ 其實我就冇乜，咁但係咧，我都可以講少少，就係我唔係嗰種要抄到熟嗰種人，我係要理解咗其實入面有一個重點之後，我再去寫嘢，再去諗。啊，什麼是 DSE 呢？其实就是啊 ，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， 哇，好长哟，真的是太长了。OK， 简称啊是 HKDSE 啊，其实就是啊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。OK，exam 就行嘛 ，examination 那么长，对，所以。啊，你看这个 examination 多么长啊，五个音节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英语系人士呢，或者说英国人呢，也是很聪明的啊，可以把五个音节缩减到两个音节 exam 啊，所以跟我们中文的考试就相对应了啦。精准的来说，应该叫 DSE， 因为后面有 education examination 两个 EE， 你懂吗？所以应该叫 DSE 才对啊！不知道为什么啊，香港人称之为 DSE。OK 啊，还有那个初中嘛，其实这个就是就是 Form 5啊。现在Gigi 他严明喜他18了嘛，他竟然是 Form 5嘛，好像已经考了，我不知道好像五月多考吧，快要考了哈。就他 Form 5嘛，对不对 ？Form 5就等于。我们马来西亚读中的高三啊，也等于中国的高三啊。我们马来西亚政府学校呢，也叫 Form 5 ，OK。Secondary 就是中学了，中学啊，就是中五啊。所以啊，自己打过雷了哈、啊，所以他啊，对于这个 DSE 考试呢是相当有信心的啊，他不是死抄烂背的那种 ，OK， 看了理解了 ，OK， 再去抄，再去写和想思考融会贯通，哎呀，叻女啊 ，OK， 聪明的女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哈、啊，我之前看他讲到那个关于英语口试的哈、啊，他说还要深深的，还是有点信心的哈、啊。啊，有人说啊，跟他英语口语没那么好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哈。不过我相信对他来说哈、啊，应该绝对不是问题。OK， 祝举啊，DSE 考试呢大战预先做了大战告捷，然后呢，他就可以回中国内地去唱歌啦。